10月31日，公益金蝙蝠日，一齐 Wear to Care。咁啦。今日咧就同 Yan 兄拍咗呢个公益金嘅 video 啦。咁其实我哋啱啱就已经完成咗拍摄，准备收工啦。咁我哋今日系讲关于个公益金蝙蝠日啦。咁其实试咗好多唔同衫嘅。啊 ，Heidi， 我又想问，其实你有冇话最中意边种衫？我都几中意身上呢一套咯，因为其实佢似校服得嚟又唔似，即系似便服又舒服喎，好就见到我平时嘅 style 咯。放我想我最喜意都是这套，因为其实我想自然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大家记住啦，蝙蝠日呢最重要就是揀自己喜欢的衣服。是的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不知道你们又喜欢我们穿哪一套呢？快点去我们的片段告诉我们。还有最重要就是10月31日，记住参加我们公益金蝙蝠日，我们一起轻松做善事 Wear to care。